我是穷游的似水年华。几天前，我在我的家乡给我老婆说，我想出来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。这一幕真漂亮。大山、大河，在我脚下还有一个瀑布。站在这里，我非常非常的开心，所有的糟糕的心情全部已经抛之身外。同时呢，站在这里啊，有一点点腿软。哈哈哈哈，看看这个山，一直一直的。我见过不少的山，都是慢慢慢慢慢慢上去的啊，但是这里不一样。笔直笔直的，太壮观了，马步扎好，扎得稳啊。哇，哇，这回音不得了啊，这回音马步扎得稳，扎得稳。山峦叠嶂啊，同时呢，可能视频拍不到，那前面啊，各种小路啊，还有雪，哎，太美太美了。在出发的时候，老婆跟我说，如果说你能找到这种登高望远的地方，让我背一首诗。我呢，也没有什么学问，背一首人人都知道的诗啊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这前面啊，还发现一个人，大家如果说走在这里的话，一定要小心脚下，看似是不是挺平的，但是大家仔细看看啊，这边上看到了没有，大家知道这是干嘛的吗？都是这个螺丝啊。再看看这里，看到没，这是干嘛的，这给你绊一下，那真的是，呵呵呵，真的是什么？再来看看，应该是户外爱好者拿那个绳子掉下去的，我估计是啊，掉下来再爬上来。但是我不太懂这个啊，我作为一个不太懂的人的角度，你走的时候应该把这个螺丝啊，给它再弄出来。这省得胆子大的走到边上看，是不是那不注意脚下，那一下绊倒了，那真的是摔下去，那这个责任来说的话，那真的是可能跟你有关系啊，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。不止这边上有啊，这里大家看看，这个已经砸弯了啊，这个也是凸出来的，这个也是凸出来的啊，真的太危险了，处处小心啊。朋友们，这以前年轻的时候出去旅游啊，最多的形式就是抱团了，但是抱团的话他是带你来不了这种地方的啊。后面的话有了车出去自驾自驾，当初的话也不知道这些地方啊，都是去一些大众景点，然后有时候呢就坐坐火车去旅游，到后面长期自驾游了，就想去西藏或者新疆啊，那些西北的地方觉得挺美的，雪山啊，这个河流啊，海拔也高，对不对？但是此刻的我啊，我觉得不管是哪个地方都有好看的一面，
你想想，在这里是河南和山西的交界，像我之前去湖南、湖北、贵州，我觉得那些地方啊，也并不输于西藏、新疆的啊，就有各，怎么说啊，就是各有各的美，真的各有各的美。这包括2019年的时候，我们环着海岸线，从厦门出发，一直走到广西的防城港啊、东兴那里，那一路也确实挺美的啊。包括广西喀斯特地貌，说广西有10万大山，那也挺美的啊，就各有各的美。你看这里它也有它的美，是不是？然后我给大家看看这一幕啊，这前段时间那个新闻，外国的在那里坐船，那个山啊它就塌掉了。你看这一幕，看到没有，全都是裂缝啊，笔直的啊，看到了吧？这不好说，有可能过个几十年，有可能上百年啊，有可能千年、万年、亿年，它还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也有风险，说倾斜下去的啊，真的有风险。如果说有人喜欢的话，你看这大片的平地啊，这里都是非常安全的，包括前面大片的平地，然后在这里扎个帐篷，露个营，是不是？咦，那真的是太美了啊，真的，早上起来看看日出，晚上起来看看日落，对不对？现在差不多中午了，去吃个饭，吃完饭继续欣赏。你看这边都是石屋，用石头建的房子，就地取材，先吃午饭。这里有个饭店，去问问吧。这条路呢现在不通，所以说也没有人。面条10块是吧？好，饭店。生意咋样？差不多。你是哪的？我郑州那边啊。你一个人过来？对，一个人。要过那门比较近。好。洗热水。洗热水下面条。好。这恁自己买面条还是擀的面条？在这压。哦，压的面条。对对对。对。你过来那一边走了，就是右一边。啊。过不去嘛。这一天能买多少碗？我们平时不是光买面条，啥都有。啥都有，菜也有。啊，一天。行。有时候买个7、8块的，没事。咦，那生意好啊，一天1000-8块可以了。1000-8块，冒个气儿吧。嗯，也把钱吧，就是可以，可以，生意可以。看这个厨房，石头搭的房子，纯石头。今儿不郑州人来了，今儿拍视频啊，拍到郑州，他公司叫他人瞧了。这炖个鸡的啥价钱？炖个鸡，大小说的有100的，就那土鸡呀。土鸡100块。嗯。15斤的，15斤一整只啊，100块钱左数啊，那不贵呀、啊。他都是在这吃的，100块可不贵。啊、嗯、那吃鸡是吃米饭还是吃馍？又吃馍的，又吃米饭，又是喝酒，喝那个。啊，100块真不贵，15斤一鸡是吧？啊、嗯、不贵不贵，真不贵。养小鸡了，我都给他分，咱这边土鸡便宜，那南方的土鸡一斤都30-40一斤。是。对。不错。我是南方人，来在这也说多便宜，真便宜啊！他说，像你多少斤啊？得150。对，就是省也得100多。啊、你这还租数才100。啊，是。他们都搁这一个不是单住五六只。嗯。他都是郑州的呗。咱自己养一只是吧？啊。你这下面郑州这鸡都是那的，我说，不敢路上跑的。他都是土鸡。土鸡好。啥时候想吃了接个盒？你不得家人人家的接我的盒，打电话。啊，提前做是吧？啊，他提前你要是拦到薄皮了，你打电话。啊、嗯。给你拦了不是？有时候排队人多呀。排队人多。啊、嗯、啊。有时候他早上一热。啊、嗯。他都大车都来上山了。对，天气一热，你这生意就好了。他人多啊，排队一个排队一个排队。咦，那生意更好了。他拦了就值八五啊。嗯。就这个鸡，做好才100块，咦，太便宜了，真的太便宜了。这鸡好，这鸡好。
朋友们，就像我刚刚给老板说的，在南方一只鸡，四五斤，一百多最少，一斤的话三四十都不好买。像我之前在贵州的时候，一家一家的问都不卖，最终鸡也没吃成。等今天晚上我来你这买只鸡吧。好。下午的时候。中。你啥时候走动？你给我打电话，我提前给你设好。好，就是100块钱一只，做好是吧？啊，我给你做好。行。你要是担了货的走了，不是给你退好了？嗯，那你给我做成吧，做成了我直接吃就行了。你做。咱这馍啥都有。有啊。你自己蒸的馍。啊。好好好。下午着蒸。行，下午我过来，我看着你给我弄。这母鸡卖好还是公鸡卖好？你是吃啥了吧？越有越爱吃母鸡，越爱吃公鸡。那行，到时候再说吧。你到那儿停了一会儿，你再吃人家的土鸡。嗯。土鸡，还有那个羊鸡。我那养鸡它不会叫唤。嗯。就比如说家人打。够了够了，这一碗。这么大碗啊，一碗都吃不完。对，这够大了。好，好，看看啊，这碗面非常非常的多，量真的大。老板说这个是洋葱，还有大蒜之类的。味道不错，家常。真的，我觉得我们这边的饭真的非常实在，那烩面也是满满一大碗。那个价钱呢也不贵。